大家站一个角的时候，往往会那个卡在那个垮弧那边，然后你遇到情况的时候，你要垮弧松掉，重新啊，不，把这个地方要松掉，不要。那所有压力在哪里？脚。假如你压力是哪个垮弧重的，不对。有点印象了吧？啊、哦，回家就好好努力。有问题吗？三次。三次。多动几次，多动几次我比较好休息。对，这样动作就是不在场。多往下打，多往回打，打了，这个阳热旁边，不要往上，要打。对，老师，那我们这边要扣过来？不要，根部就好了。根部就好。根部就好了。根部那个脚重心在那里。哎，左脚那个跟上步就好了啊，根部就好了。好，跟住上。谁？哎，要猜超过。你开超过膝盖骨是人家的。好，大家记住一下，所有拳头先拉回来是这边。